观念逻辑啊，跑出一样的结果，那怎么做呢？首先哦，各位想一下 ，Colin 现在就是等于什么 ？Colin 就是懒嘛，那个 Colin 等于追啦，有没有印象？有没有？懒嘛，就是追嘛，追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就是懒啊，就是 Colin 那个函数对不对？那 row 是什么呢？ row 就是 i 嘛，对啊，那所以组合起来不就输出就是你要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今天呢要取得一个里面公式，那 sales 就是我要输出的储存格，后面就是我要的公式。那公式怎么下？你要回头去把刚刚的那个函数再回勾一下，你就可以打得出来。那怎么做呢？我教各位哈、哦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追就是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栏怎么样？栏减掉什么呢？减掉 L4 对不对？那 L4 哈、哦，在那个 VBA 的表示法哈、哦。储存格有两种，一种是 sales， 不过 sales 比较是用在那个回圈里面，另外还有一个叫 range、哦、比如说我今天 要取得什么呢？取得那个 L4 里面的值的话，就是用 range， R A N G E、哦、range 里面的话呢，给它一个我要取得 L4 的值，就是这样表示 range 刮弧 L4 的值，减掉我是减掉 L4 对不对？再加上多少？加上一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问题。后面的话呢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加上哪一列？减掉它原来第几列？再刮弧乘上七。啊，那个这个方法怎么表示呢？加上那个列的部分现在是什么呢？用 i 来取代，所以加上 i， 对不对 ？i 减掉 i 现在是第几列呢？在第十列，对不对？十减十。那记得有没有刮弧？刮弧之后呢，再乘上多少？乘上七。哎，你想说哦，这个感觉跟函数。